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穿不好。大哥，这叫裙撑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怎么穿？你套进去，我来给你系上，你钻进去。卡住了，裙子撩上去。 这东西什么用啊？这样才能把裙子撑起来，像公主嘛。那长胖点不也能撑起来吗？笨，瞎说。好了，不错嘛，Future 公主。嗯。别遮了，别遮了，遮什么遮呀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让所有的游客。 都觉得快乐，加油！好，那你去鬼屋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了，问题幼稚。加油，fighting！ 别怕，是我。走吧，换衣服去，我回惊悚屋工作。啊？啊什么呀？你在里面都害怕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。走。啊。